好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ACES Family。 我们今天呢要入住的地方就是这一家 F Hotel 的台南馆。这里呢住宿的票券呢是之前上网购买的哦。然后呢我们因为有订了双人房跟四人房，所以啊双人房有送一个小果干是纪念品耶，而且是最近很夯的凤梨果干。然后四人房的部分呢送的就是沐浴组合，对，一个旅行组合有两袋哦，这样子也不错吧。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的房间吧。我们先来看其中一间双人房，哎呦，这蛮传统的哦，要那个用钥匙开。那欢迎光临。我们先看这里，拉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哇，有浴缸耶，小朋友一定超开心的。这四人房吧，没有，那没有床啦，他只是把双人床撤掉的，对，还不错，所以来这边蛮舒服的。看另外一间，会不会不会，哎呦，哎，哦，这间它有一个独立的那个干湿分离，对，然后但是也有浴缸哦，一样有一些备品可以使用。哇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看出去就是中庭，就住在柜台的正对面。你你怎么啊？你，这危机了！这纱门快掉了！有看到吗？搞笑。接着来看一下四人房。这间也是干湿分离。干湿分离跟刚刚双人的房子一样。哇，两张床，选一个沙发。这 F Hotel 的台南馆还提供蛮多设施的，这边还特别标记有武圣夜市，每周三周六哦。我们来儿童游戏室看看。看一下游戏室，这里有积木啊，小木马，还有现在玩的摇摇木马，什么意思？蓝色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去干嘛？游泳。滑水道，然后游泳池。哦，这个是温水的游泳池哦。它这个是最深的地方，大概在我们腰部。它马上这边已经踩不到地了，所以做游泳圈。哇，就是来泡水，也是要带着自拍棒的，随时可以拍照来一张。哎呀，这水真的蛮热的耶，好舒服哦。我觉得大概26、27这样。不知道，感觉是，而且它是室内的，然后配合一个大落地窗，所以我觉得整个温度在里面都不会冷。芝宝现在要去玩那个滑水道了。哇！对，我把 SPA 打开了，它现在有水流出来了。妈妈不是故意弄你，她是因为那个水珠喷到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怕什么？
个水流多强，所以坐在这边可以按摩一下背啊、屁股都可以哦，很舒服哦。啊、会不会吗？好玩的亲子一幕。这个是什么？按按看。出泡泡了。哇，航航要不要过来玩？这个小孩按摩池哦，他旁边应该原本是 SPA 哦，按了之后下面就变成全部都是泡泡的，哎，超好玩的，超好玩，有岩浆。航航现在试着要来儿童区这边，不应该碰得到了，我们把这个游泳圈拆掉。哦，航航你干嘛、啊？耶、yeah, ，有岩浆，有岩浆。关关哦，我们要回去化妆，换舒服的衣服，然后就要去找吃的喽。好，我们现在到夜市啦，这里就是离 Eiffel 五分钟的车程的花园夜市，我们进去找好吃的啊，好玩的哦，走走 ，Go！ 这家叫做鲍威啊，芝宝最喜欢吃的地瓜球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五谷凤爪，要吃什么？试吃，好啊。它有不辣的，它有好多口味啊。口味比较多种，那都可以试试看，看比较喜欢什么口味的。辣味的100。航醒来了，吃地瓜球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我们要买个甘草芭辣。芝宝看到这个超想吃的，价钱都一样，有点悬。好，那一串起司，一串热狗，是这样吗？对，50。对。芝宝现在拿的是鸟蛋哦，吃一个起司鸟蛋。哇！刚刚买了凤爪。100。好辣嘞！我们买的是辣味，然后味道现在出来蛮辣的，看这金光亮，真的很入味，很好吃啊。大上海臭豆腐，这是我们刚刚点的臭豆腐，臭豆腐。现在要吃这个白糖粿，哇，它很多那种复古的东西。我就两个一样口味就好了。好，这边是它的配料，超多种。原味的一份。哇，这个味道太香了，大肠、香肠。我们来吃一份看看吧。西瓜汁，300，我们来个3杯吧。杜妈妈糖葫芦。
这个是在玩搓搓乐兑换的奖品，等一下他们就是拿锤子打这个洞。吃饱选好了吗？好、啊，快点！里面是什么东西？好、啊。哦，这有分数，两分。好，继续加油。糖糖的嘞，糖也是两分。三、哦。哎，三分。好。航航刚敲到一个十分诶，超强的，八分。这个是三分，三分，三分。哎，智宝也有打到一个十分诶。最后一个，看看智宝拿到几分。那个不能敲了啊，等一下。老板换礼物了。那个。刚刚统计之后，发现智宝就十二分，弟弟是十九分。我们来看看他们最后能换什么。啊，因为他们两个加起来四十一分，那我们就换了两个各二十分的玩具。智宝拿的这个是一个糖果机哦，然后航航拿的这个是车车。我这个是大牌的。对，好，智宝喽，也玩玩好玩喽，我们要回去饭店喽。早安。那我们现在绑头发，等一下要去干嘛？吃饭。吃早餐。来哟，这边。这不是花园哦，这是打高尔夫球，吹干的地方。包起来帮小孩分完卤肉饭，分完卤肉好肥，肥肉超多。糖最喜欢吃蛋蛋的，可以一大早吃这么大一碗。喜欢吃花生，这里很特别哦，竟然有一整只鱼，帮你切好块，超棒。房喽，这里是台南的 F Hotel， 我觉得整体环境还蛮舒适的。然后呢，小朋友也有一个小游戏室啊，还有游泳池可以玩。房间还有浴缸的泡澡，我觉得这样就很棒喽。如果有来台南入住的话，不妨考虑一下这个 F Hotel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， 请帮我的频道按下订阅、赞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喽。谢谢大家，拜拜，下次见。